香港千亿富商刘銮雄，感情世界丰富，绯闻不断。后跟前女友吕丽君育有一对子女，但2016年他宣布分手，并迎娶新欢甘比陈凯韵。近日，刘銮雄被目击与吕丽君见面，期间还大骂男性路人，过程都被录下。刘銮雄发现有名男子蹲在商场的柱子旁，要求保镖把对方带走，接着中气十足的大吼该男子：“快走啦！为什么惹你啊？”中年男子见状，吓到拎起放地上的物品。刘銮雄继续狂骂，一旁的吕丽君默不作声。